哋参加由酒店安排自费去睇日出。之后到另外一个景点睇风景。
那我们今天渐渐地走到了中间的草坡，目光可以转到这边，因为杨妹妹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哦。好，来，好，站定下，现在壮观，对不对？现在来中间草坡，那就看我们酷猎牛仔在我们的羊群后方哦，左边右边来做移动，让妹妹感到。那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的牛仔一定会围在羊群的后方哦，来做赶羊的动作哦，绝对不会在前面，要不然羊妹妹会跑掉，有没有？速度非常的快，马上也经过我们的幸福桥了。先给我们的酷猎牛仔掌声鼓励一下哦，真的不用一分钟哦，谢谢。在国外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。那我们羊妹妹已经顺利的来到我们的表演台了。那可以看一下小姐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叫做分类犁。我们牧羊人都是利用这样的工具在做分类羊的工作哦。小姐很简单，今天只要帮我们分黑色跟白色的就好。白色三只颈过毛的跟它关在一起，黑色跟我们帅气牛仔关在一起，其他让它出来，它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小姐请你放心哦，我们羊妹妹不会咬人，它吃素的哦。因为小姐的尖叫声越来越大声哦，待会你就听得到了。小姐那边有一只黑色的，没有哇哦，麻烦哦，待会哦把电话留下来，因为可能这边打工半年哦，完全没有薪水可以领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工作真的不简单，需要眼明手快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小姐一只手要抓到一个门，并在羊群的后方哦，非常帅气的在做我们的工作。快点过来。好，过来。好，有时候还会跟我们羊妹妹聊一下天哦，因为我们羊妹妹有时候会迷路迷，没有关系。慢慢的走过去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先让我们可爱的羊妹妹稍作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来，最后两只赶过去了，没有问题。先给我们羊妹妹稍作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这场秀真正的。出来要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坐好，坐好。干什么训练？就是打几下，打几下。老师出来坐。今天可以捡到300多头，甚至到400头哦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在剪羊毛的时候，刚刚为什么我们的布里牛仔要先将这一撮羊毛剃丢出来呢？因为我们所有的牧羊人在剃羊毛的时候，都是从肚子这边的羊毛开始剪起来。因为我们羊妹妹天然放牧啊，累了是直接趴在地上休息的，所以肚子的羊毛你看一下，相对附着脏东西就比较多，数量也比较少哦。先剪下来不是不要，最主要是要跟身上的羊毛做分开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身上的羊毛呢，虽然外面看起来也是灰灰脏脏的，但是剃下来没有，里面雪白雪白的，非常漂亮哦。那刚刚一直听到我们普里牛仔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只羊哦，很久没有剃羊毛了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羊毛非常的长哦。那在台湾真的很轻松，不止一天两只，为什么呢？它也可以慢慢剃了哈，慢慢剃之外，最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，慢慢来看哦，剃羊毛的过程看得也比较久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刚刚我们的羊妹妹是非常的激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我们普里牛仔哦，真的不简单哦。因为我们羊妹妹呢，我们的羊妹妹在剃羊毛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一直动来动去，所以我们的牧羊人很辛苦，他要利用他的双脚来控制羊妹妹的行动，双手快速将羊妹妹身上的羊毛剃掉，所以这工作真的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，对不对？而且要很棒的体力哦，而且要有非常不简单的重量，哇，神剑的羊毛哦，是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布里喂，这么漂亮的羊毛，现在可以做什么？这个羊。那个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羊袜子。哦，普里牛仔意思说羊毛可以做很多东西。手上气球打破喽！好，千万不要模仿哦，这个工作真的非常的危险。帮你调整好了 ，Are you ready？ 点个头，开始了。开始，好嘞，一、二、三，
十五分。那关山牧区沿着我们步道往下走，要出这个园区，到对面有中正园区才是我们关山牧区。3:15不要错过了。那还有点时间吗？杨妹妹也放出来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去购买饲料喽，来做喂食，来拍照了。而家行呢条好长好长嘅栈道，条栈道真系好长。呢间系用纸皮做主题。啲产品用纸皮做嘅。真定假噶？真定假噶？这是鸡种的干丝。妈妈，这个东西可没办法带回去。哦，这个干丝，这干丝。